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网向快报啊！今日录节目是2019年9月9号，呢度有位纽西兰嘅尔德台长，另外亦都喺纽西兰嘅 Raymond Wong。喂，大家好。系澳洲准备先。喂，大家好，我微信前嘅朋友，大家好。马来西亚马来近。大家好。台湾许留山。喂，大家好。加拿大家灿生啊！诶，大家好。系大家好啊！节目开始前咧，啱听可以俾个 like 啦，最紧要 share 埋俾朋友啊，同埋咧，可以訂閱我呢個頻道啊，訂閱唔使錢嘅，咁啊，繼續壯大地呢個中立模式嘅力量同宣揚和平理性嘅聲音啊。好啦，呢一節翻嚟有條友啊，有口多多，而家話要祈福喎，幫香港呢條茂利。哇！犀利啊，拍得住嗰啲嗰個叫咩啊？流皇發個仔嗰啲咧，出嚟車工嗰啲有得揮啊！咁就呢，我咁我講下啦，講下事咩事先，等大家聽眾。一齊聽咗個概念先，我哋先一齊評論，一齊再留言再講啊嘛。咁啊，呢個就係皇台之瓜嘅瓜主啊，李嘉誠先生啦。咁啊，最近咧佢就尋日啦就出席咗呢個叫做慈山寺嘅活動啦。咁啊就話咧就帶領啊超過1000名嘅信眾咧就為香港祈福喎。哇！跟住嗰個能量啊～系啦，老板佢嘅能量好似唔系好得喎，寻晚打到七彩喎，不过系咪啊？真系你老板啊！你老板佢天生一对狗眼啊！咁啊，做得快话你事事淡淡啊，做你得慢话你揸流摊啊！咁佢咧呢个祈福咧都好似有啲弯弯地喎呢铺咁啊！好啦，咁佢有啲咩讲咧？佢就话：，喂，香港咧就其实都好咗好多年噶啦。佢话：，就除咗二次大战之后咧，咁啊呢一次咧最大嘅冲击啦，再继续落去咧都系非常之唔好噶。佢话希望香港人咧可以渡过到呢个难关啦。咁咧佢跟住再讲咯，吓，希望咧好犀利，同年青人讲啦，希望年青人咧能够体谅大局，咁啊。執政者咧，亦都能夠對未來嘅主人翁咧，就網開一面啊！雖然咧，法律同人情之間咧係有衝突，但係政治上任何嘅事咧，雙方都要諗一諗對方嘅立場，先至能夠大事化小。咁啊，佢話咧已經係見到啦，近日社會嘅暴力升級啦，對啲法治造成衝擊就唔能夠接受嚇。佢覺得咧真係非常擔心啊！佢真係覺得啊，佢認為咧就社會咧應該要共存嘅喎。要推己就吸引，哇！佢講呢句説話，真係我聽到都打冷震啊！佢希望大家咧能夠渡過難關啊，各方體諒大局，為香港著想喎，係嘛？佢係咪爭一面鏡啊？係啊，我唔係，佢冇爭一面鏡，佢爭篤尿啊！篤尿照下自己嘅樣啦。係，你咁叫有錢去祈福，冇病啊你？我想讲一讲啦吓，点佢祈福就唔好拣慈山寺，因为有怨气嘅。啊，你当日喺慈山寺嗰阵，你记唔记得你拖数啊？吓，菩萨都见到，哇！你大佬你起个庙俾我，吓你起个庙俾我，你都拖数，你视金钱多过我，我点解要保佑你嘅祈福啊？吓，你嘅祈福咪真心嘅？慈山寺嘅神佛。是对他的但是对他的诚心有怀疑的最重要是所以是不会灵的人一个信徒最重要是诚的嘛但大佬你起个庙给我这个菩萨你都在拖粮啊对于普通是说不好意思啊，佢嗰个慈山寺咧，嗰个慈可能其实唔系慈祥嘅慈啊，系迟到嘅迟啊，即系迟找数咁意思咯，迟找数啊。真系，炒数都迟，佢迟找数咧，真系出晒名嘅。哇，系人做嗰啲 job 咧，硬系都拖来拖去。其实以前冇嘅，我讲俾你听，其实未回归之前咧，佢系唔系好拖数嘅，真嘅呢个。喺回归咗之后，佢恶咗好多。佢喺董生治下，佢系恶咗好多，成个家族啊。即係亦都狼死咗好多啊！呢一樣嘢係真嘅，你可以問一下。其實以前有幫阿李生，即係回歸前有幫李生做嘢嗰啲，即係我都識得一啲 uncle 啦，做幫李生做嘢。佢話李生係算公道嘅。以前係回歸之後，真係惡成個集團啊，係惡咗好多啊！
以前其實有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可以，我認為就係以前有英國佬騎住佢，就可以即係點講啊，都熬底啊！即係回歸之後，佢其實就係惡曬啦。咁今次其實就係佢想維持翻佢惡曬，咁啊就養蝗蟲啦，養曱甴啦，搞到香港啲嘢周圍走啦。佢有少少似係咧，嗱佢話啦，就叫話咩年青人要體諒，但係個執政者亦能夠對呢個未來主人翁望開面啊嘛。哇！佢呢一句簡直啊～佢唔係同記者講啊，唔係同邊個講啊，係同林鄭月娥講喎，係咪啊？點即係佢哋講五大訴求，其中有兩條，其實有五大訴求有兩條，阿成哥都想幫班蝗蟲爭取埋咯。嗱，其實嗰五大訴求你而家一條得咗啦，其實有兩條就係網開一面嘅，基本上網開一面啦，係啊，有兩條係講網開一面嘅，啊，咁其實係咪佢埋單先？係咪你整翻曬嗰啲？係咪李嘉誠出嚟？攞錢去搞掂翻嗰啲暴徒嘅破壞嘅嘢，仲有嗰啲暴徒如果唔使坐監，係咪你養佢？仲有或者係坐監係咪出獄之後對佢養佢係嘛？係係啊，包生養死狀啊，係咪啊？唔係，佢話網開一面係對我李嘉誠網開一面啫。我知啦，對佢兩個仔啊，中央放話。是啦，他向中央放话放过我李家啦，可唔可以啊？是向神佛祈福，求中央啊保佑，令到中央望开一面咧，系多于向嗰班人望开一面。冇错，佢话你可唔可以放过 Vita 同埋呢个 Vita 啊？系啊，我忘记个后生仔啊嘛，睇佢 Richard 系咯。佢眼中後生仔係佢個兩個仔啊嘛，都五十幾咯係嘛，好似有個孫添。咁喺父母眼中，無論幾多歲，佢個仔都係 B B 仔，都係後生仔，放過我哋一面啦。我唔知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嗱，即係我覺得佢而家佢咁樣講咧，啲暴徒又會有幻想啊，控心作起啊。我想是其实他这样，其实每次成哥出来呢都是为蝗虫加能赐力，根本就是蝗虫之神。还有他这样就帮他这个长江及其家族底下所有的铺，还有不会免受连农场，免受这个叫做破坏。是啊，完全不用怕啊！哇，到完全啊，喂，真的有祈福喎、啊，是咪啊？祈福了，哇！點解個個都鋪俾人打啦？七彩我冇事啊！我諗佢繼續開咧，照開鋪都 OK 喎、啊。哦，咁佢其實拜嗰個神係冇戴面罩咧，其實可能佢喺慈山寺入邊有個秘道，入邊有個暗室嗰個神戴住個面罩。我即係好似中大嗰個咩民主女神像喎、啊，乜都係啊！有口罩同埋有眼罩嘅，阿成哥系拜嗰啲咯，因为冇面见人啊嘛，冇面见人咪要戴眼罩同口罩咯，系嘛？做埋啲咁嘅嘢，其实香港首富做啲咁样床头露尾嘅嘢，其实做香港人都好羞耻啦，我觉得，尤其是仲话之前仲喺度不断话爱国爱港，即系讲真，同埋以前同埋国家都对佢不薄嘅，讲真好多嘢。他捐錢起汕頭大學嗰啲嘢，喂，其實連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啊？偉大的變革都有俾翻 credit 阿李生嘅，嚇、啊，即係其實改革開放其實國家有俾 credit 阿李生嘅，亦都俾咗好多錢阿李生賺嘅，即係有佢個名喺上面。有，梗係有啦，梗係有啦，有相添，喺偉大的變革嗰個展覽裏邊，佢有相噶、有相喺裏邊嘅。同埋睇佢個呢篇報道啦，佢講咗一句啦，法律與人情係有衝突啦，即係佢意思係即係法律都不外乎人情咁嘅意思嘛，即係喂有冇搞錯啊？你喺香港呢個法治社會底下嚇，呢、這個有啲咁完善嘅法律網所保護，令到你嗰個生意可以風生水起，你依家竟然同我講要網開一面，要講人情，係咪啊？喂，以前啊！幾多人啊？嚇、
同你公司有拉楞，要即系生意上嘅合作，你有冇俾人情人啊？即系好老实，我都同佢屈字头嗰啲接触过，我有时有啲位啊，同你讲啊，屈巢你啊，系屈巢我啲货啊，有时真系系咪啊？即系喂，边度有人情未讲噶？你啲货啊，攞迟可能同你讲话20号要喺个仓度攞走啊，你迟咗半日咋？都要收你半日嘅仓钱啊！哦，人情咁企可以讲话企好均真噶嘛，系嘛嗰啲咁嘅吓咁啊？阿成哥咁唔知点解咧？我识嘅汕头人同埋潮州人都其实唔系咁中意佢，同我哋电视睇到中央同佢嘅赞美其实有少少相反咯吓、啊。其实当地人好似都唔系好中意佢嘅啫。系啊，点解咧？佢系因为佢咪即系斤斤计较啊之类咧，定话做嘢又俾钱啊？即系好似系话佢假咯，假假地咯，假人假意啦呢条友。喂，做嘢唔俾錢咧，真係通行都知嘅呢一樣嘢啊！即係我真係唔知佢原來佢回歸前啊俾足錢，回歸後啊唔俾錢嗰種人。你賺咁多錢嘅人，喂，使唔使祈福啊？你做少攞少少出嚟啊，做少少嘢，我服務啦已經啊，佢可以造福社會啊嘛！佢使鬼祈福咩？一個咁有錢嘅人都要祈福嗰啲黐線嘅，佢其實佢嘅能力同埋財力係完全可以造福成個社會啊嘛！點解佢回歸咗之後咁 Q 乞人憎？點解佢近呢幾年喺國內個明星由非常好變成非常差？唔係國家要做佢啊！阿習先生都冇話要整佢啊！即係講真啦，係佢自己沽空中國喺度亂搞，所以內地嗰啲人係撤資，咁內地嗰啲人梗係唔妥啦！你嗰啲好平買翻嚟嘅嘢，好貴賣出去，將啲錢帶走曬。喂，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唔會允許你咁樣做嘅。如果你試下英國好平咁買咗啲水廠翻嚟，你好貴咁賣咗去，試下英國俾唔俾你咁做啊？其實根本佢講話咩商家淨係睇錢啊，淨係可以賺錢，唔係咁樣樣噶。全世界都唔係咁噶。你可以，如果你低买高卖嘅话，长期系咁做，冇一个政权系会允许你咁做嘅，喺一个地方。老实讲，而家 Google 啊，嗰班富豪啊，即系 Google 啊、Facebook 啊，甚至 Amazon 啊、Apple 嗰啲，全部签晒一条约啊嘛。我嗰条约就系话，我哋依班企业唔系以赚钱为目的，而系更加要系有社会良心啊嘛。而家西方啊，先兩個月已經大家喺度係做一個大公關啦。你公關又好，真又好，假又好，總之話我哋依啲企業唔係純粹要盈利為目的，而係以民生為目的嘅，要企出嚟做慈善嘅。你李嘉誠咩開個咁嘅爛鬼基金會，就叫做慈善？你剝削完人，然之後一抌兩三蚊出去，我係大慈善家，你唔係啊你？呢啲咪沽名钓誉咯，系啊，佢即系活到起个烂鬼庙，起个庙就话我系好虔诚嘅佛教徒，咁你同嗰啲咁天主教士搞细路女，我信神嘅，但系我搞细路仔细路女有乜分别？冇分别嘅，嗰种心肠啊，佢系沽名心肠冇分别，但系佢冇犯法咯，即系佢而家法佢话法律不外乎人情啊嘛，佢唔需要人情，因为佢冇犯法。就依家讲法律定讲人情啊？其实讲真啦，佢同你咪讲法律咯，佢又要你同佢讲人情咯。其实而家呢句啱，对下低嘅人就讲法律，对上高嘅人讲人情，系要人哋俾人情佢啊，人哋卖人情俾佢啊，唔系要人哋同佢讲法律。佢做嗰啲嘢，其实喺内地，如果人哋真系揸正嚟做啊，好多嘢都可以搞到佢身败名裂啦。内地都啲人都冇咁做。其实讲真，其实即系而家。即係佢做嘅嘢，即係衰嘢啊，係罄竹難書啦。我可以講，你睇下內地嗰啲人對佢嘅評，即係個評價，你尤其是去北京就知噶啦。即係點解我其實好早就同大家講，李嘉誠喺內地嘅評語係好差，因為我接觸嘅大部分都係北方人，即係我喺國內接觸嘅 connection 大部分都係北京人，而且佢哋根本上係好多即係都喺國家裏邊做嘢嘅。即當然啦，你話我係咪好高級？梗係唔係啦。咁啊，但係都係識得啲人啦，算係。
咁佢哋都係非常之討厭啊李生，我要同大家講。咁啊，當然真 BC 就唔係咁睇啦，因為其實佢嘅評價咧，你即係國家裏邊嘅人對李生嘅評價，近呢十年咧係改變得好犀利。十年前佢仲係都係 OK 嘅，嚇、啊。因為我停喺十年前啊嘛，我係十幾年冇去大陸啊嘛。所以十年前是 OK 的，其實近幾年是很差，他的評即是一般人對他的評價都是非常之差，非常之曳，即不要說做高官那些人、啊、一般人對他的評價已經非常不行，還有、國企老總是非常憎他，很多國企老總非常憎他。剛才他還有一句呢，就說希望香港人渡過這個難關，如果以李嘉誠富可敵國，在香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話，其實他要幫香港人渡過難關都沒問題的，他不用去祈福的，例如可能什麼百家有九節、啊、八五節、啊、或者可能好像、這個叫做銅鑼灣有渣哥，香港又有成哥，渣哥都派免費那些腸粉魚蛋、啊、成哥都好像派禮事啦，是吧，禮事也可以的。他有試過在香港不賺盡一分一毫嗎？這個人你自己想想，回歸之後是沒有的，回歸之後他是一分一毫都賺盡的。這個人其實即是不是因為我不是因為肥佬在唱衰他我才這樣說他，而是他實際做的事是實在太過分了。回歸了之後是回歸了之後他是影衰了整個特區政府，他是害了董生，即是他那個行為、啊、董先生其實本來做的事很 OK 的，他的兒子第一個害他的就是將數碼港變成一個地產項目，是他害的，是他害的董先生的，即是當然董先生他究竟自己是不是有份夾計玩這玩這東西，那我就不敢評論了，我覺得不是啦，即是我個人的觀點、就是、有機會被人過一棟、哦、我覺得、啊、董先生是善良的人，不會搞這些事，即是我自己 的認知就是，即所以我認為他根本上就是搞到粒粒亂，跟住其實香港的大媽殺個個都有份，即搞到香港而家咁大鑊。嗰陣時搞中藥港，他哋喺佢哋再攞啲錢去內地炒藥材，真嘅唔係講笑噶。因為即係點解會覺得係阿董生俾佢哋過一棟咧？就係、是、咧，董生嗰個智力咧，應該都係諗唔到，原來咁樣會俾人過一棟。比較單純，董先生他很多人都是善，即是好人來的，董先生，即是他大好心，為什麼會做了很多壞事呢？就是因為他看不穿那些壞人的詭計，即是好像通識科，喂，其實本來人家獻計的時候應該都沒有，都是只是想到就是說，喂，你教通識就不用教中史，中史就可以避開了國共內戰那一橛，然後還可以避開之後文革那些東西，那就挺好，是吧，即是你不教中史。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历史从来都系一睇，即系有嗰个教训系俾你学懂噶嘛。如果你即系香港学生一直知道文革系乜嘢嘅，咁佢哋会今日咁样搞咩？你自己谂下，即系其实有啲人系害佢啊嘛，即系摆明系整啲嘢嚟玩佢。咁你整通识科教材，咁嗰个整教材嗰班人又系俾泛民嗰班人控制咗嘅，即系俾教协嗰啲人啊、戴耀廷嗰啲人控制咗。咁佢哋咪整嗰啲教材？其實他哋整嗰啲教材咧，喺外國啊，都唔會俾佢哋出嘅，話俾你聽。入流，因為啊嗰啲，因為佢哋嗰啲教材裏邊有好多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嘅嘢根本就係呃人嘅，唔係呃人，基本上呢一度都唔會教你呢啲咁嘅嘢。喂，咪住先，我點解會講係呃人咧？就係、是、因為佢其實裏邊有啲內容係好不恰當啊，直情係。話印度，譬如印度係好多強姦犯，咁佢直情寫喺度。喂，呢啲喺網上講嘅嘢，所以我就講俾你聽，佢裏邊係有好多有問題嘅嘢嘅啲通識科教材，就係話內地嘅產品會好危險啊嗰啲，佢全部寫曬喺通識科教材裏邊。呢啲嘢咧講下，即係一般人講下就冇問題啊。但係你作為一本教材講呢啲嘢，就係完全嘅唔恰當啊嘛。即係你喺外國嘅教科書裏邊都唔會有呢啲嘢，即係譬如我哋澳洲、新西蘭咁樣，成日都笑大家嘅國家嘅，因為大家國家係近啊嘛。即係首先就笑口音唔一樣啦，跟住又要笑下澳洲人做嘢好 Q 懶啦，跟住澳洲人又笑下紐西蘭人全部都係或者塔斯曼尼亞人咧，佢哋都笑㗎，即係佢國內都笑嘅，
即係澳洲大陸嘅人就會笑塔斯曼尼亞人，佢哋話全部都係表兄弟姊妹嚟嘅，因為嗰度好少人啊嘛。喂，其實呢啲係你可以講，但你唔可以寫落教科書嘛。呢啲係唔恰當嘅嘢嚟啊嘛。但係唔係喎，香港啲通識書就寫曬呢啲嘢，咁咪死咯，成個社會就死㗎啦。係，好啦，呢節差唔多啦，多謝大家嚇。好。